各位好，我是毛毛。咁啊，喺出边嚟讲咧，就好多人会叫我做毛毛配音师嘅。咁啊，大家对我系有一份嘅支持啦吓。咁、啊、我本身系做配音嘅，做一个嘅毛毛，一个小毛毛嘅卡通嘅一个嘅配音啦，系咪？你知道毛毛系一个迪士尼嘅公仔，咁佢就系啦。咁啊，有英文啦，咁所以我将佢变成广东话嘅。咁啊，呢、這个普通只不过系一个自由嘅工作者嘅身份嚟嘅啫。咁我本身咧主职咧系做电脑嘅，咁啊你可以话系 web designer 嘅。咁而家本身都系做紧 web design 为主嘅工作噶。咁啊，点解我要讲工作呢？因为其实我的工作咧就直接影响我嘅问题，因为我成日对电脑。又夜瞓啦，你知道电脑人啊，不嬲都系夜瞓啊，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咧就身体系差咗好多啦，咁所以咧就好头好痛吓，咁啊成日头痛咧会系我最大嘅问题，又因为头痛，所以成日都食西药，甚至要去照好多嘅 X 光啊、MRI 啊，其实成日都系呢个问题吓，咁 有一次咧。就去到葵芳，咁、我自己咧就其實我一直都留意一位叫阮醫師嘅，認真嘅嚇。咁啊，點解咧？因為咧，阮醫師嘅鋪頭你知佢好細啊，為人好單好低調嘅。咁啊，但係我個都好神奇啊，個間間鋪頭都啲人啊，梗係個個都好似花枝招展去表達自己我存在我存在，但係阮醫師呢個人咧，為人低調啊。佢都唔稀罕你係咪望到佢啊？嚟就嚟啦，唔嚟就唔嚟啦，嗰種嘅態度，這個呢就係我好覺得呢，我十幾年前遇見一位嘅中醫嘅奇人啊，我唔講邊一位啦，因為佢到離開嘅時候，佢都唔想我提及佢嘅名字。咁啊，阿阮醫師呢就喺葵港裏面呢，就係、是、有呢一種嘅俾我呢種嘅感覺啊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我就走咗過去啦。咁啊，想佢幫我去做依一個嘅針灸同埋推拿。咁但系咧，就針灸對我嚟講，我好驚嚇，同埋就都會痛噶嘛。我深信。咁啊，阮醫師真係幫我做咗針灸之後咧，就真係痛，真係痛噶。但系咧，有唔同啦。我以往嘅頭痛咧，係用十級而形容嘅話咧，阮醫師幫我做完之後，係去到減到五，減到五嘅五成嘅，咁所以已經係大大咁降低咗個痛楚，咁以致到我唔使再食西藥，到而家都係嘅嚇，咁啊，所以好感謝阿阮醫師嘅醫術高明，真係一針見血啊！當然佢真係冇見血啦，但係佢係一針解決到我嘅問題。咁啊，所以我非常之感謝阮醫師嘅醫術高明，有一種係一種愛啊！我 feel 到呢個老人家係對於一份愛，有一份嘅使命，所以我要好感謝佢。另外啦，就係呢包粉啦，呢包粉咧就係阮醫師開俾我嘅，係去除肝氣嘅。咁啊，飲咗之後咧，其實呢排瞓得好好。我話俾你聽啊，城市人最大嘅問題係唔夠瞓。就算瞓都觉得唔足够，但系饮咗佢呢包粉咧，系好好瞓。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感谢阮医师嘅呢一份嘅专业吓。咁、所以咧，我今日特此咧系拍呢段片咧，系要多谢佢嘅专业，同埋多谢佢嘅心。OK， 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试喺一位葵港里面，葵港呢个葵涌广场里面嘅一位神秘医师。阮医师 ，OK， 咁啊，下次我有机会咧，就约佢去访问，咁啊，希望佢会分享佢嘅呢一颗心啦，呢一个咁特别嘅医术奇人啦 ，OK， 多谢大家，拜拜。